久等了。嚯，你这排场够大的呀。怎么？霸气雄图总会长亲自迎接你一个新人。你好。不会是认出你了吧？应该不会，相信我的卧底技术。会长，这位就是新加入我们四分会的骑士高手无敌醉俊了。幸会幸会，早听说兄弟你技术了得，今天总算是见到了。哎，你听到的传言货真价实。那是那是，刀锋峡谷那边的 BOSS 刀锋剑客朗瑞刷新了，我们马上要去支援，正好看到兄弟你在线，不如一起吧。行啊，抢 BOSS 这个我最擅长。不是吧，抢 BOSS 还是目前荣耀最稀有最高难度的七十级野兔 BOSS？ 人家卧底都是三年又三年，这家伙才潜伏两天就混进 BOSS 队这么核心的精英圈子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哟，霸气雄图这儿没人了吗？居然让个菜鸟打头阵。哎呀，看这寒碜的装备，还敢叫无敌醉俊朗？这家伙站这么靠前也不低调点啊。说我吗？我今儿路过了一个高手，看这里热闹，过来帮帮手。这人真是大言不惭，这是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吗？难道是职业选手霸图骑士郑成风？喂，干什么？警告你别乱动。别激动，我只是想看看 BOSS 在哪儿，刚才站后边看不见。说你没听见吗？干嘛呀，看看也不行。兄弟，去把 BOSS 偷过来有没有问题？我试试吧。好，我们会尽力给你掩护。不好，第二把手要开怪，快跟上。可恶，被霸气雄图先摸到了。干得好，牧师辅助，快去支援。支援那个骑士。哎，我们牧师居然全灭，这弹药专家是谁？ ID 是浅花迷人，没听说过这号人物。百花谷全员听令，支援浅花大大夺回 BOSS。